那宿舍是女孩子的啊。现在煮饭无聊了吗？你们喜欢师傅那个衣服啊？那些设计的，然后不太贵是不是？你跟他们说要下架一点就好了。跟他们眨一眨眼睛就是好朋友嘛。我看看模特装比较漂亮啊。我不相信，真的，我个子比较小嘛，身材比较小。我昨天已经跟你们讲过了，我本来下来以前呢，还要找一个模特那种身材下，高高大大、瘦瘦小小、漂漂亮亮的哈，也许头发是黄色的。结果那些漂亮大家都定住了，都定过了啊。等到我来我比较懒惰，我睡觉不就晚了啊，打坐比较多、他们那些坏蛋都不打坐了，一定说上帝要那个要展览那些身材哈 啊他们就有一个早上嘛，上帝就说今天展览身材啊，谁想下去那个红尘啊先来学一下啊，一套几百块这样。啊，他们那些不打坐的没责任啊，就赶快走了。啊，那漂亮都学过了，然后下一个做什么呢？皇后啊，公主啊，模特啊，明星啊，歌星啊，有没有？啊，然后啊，政治家啊，政治家的夫人啊，啊，大人物的太太啊，等等啊。哎呀，身上我这个老人家出去的也就剩下这个而已。我说这个身材怎么行嘛，我既然已经下来要带一个女的，名字就要身材好看一点，人家才能够注意啊，是吗？要喜欢特别那些那样硬头的男孩子，难度的，如果身材不好看那怎么能够他们嘛，我这样抱怨呢。上帝说那脚上你在哪里嘛。我们总统的一个月已经广告过了，今天会展览身材的啊，然后谁要上班呢就应该来自己学自己喜欢的身材。那你在哪里不来学，那他们都拿走了，都订走了，都买马上当场买，有些不够还要必须订做。不过我时间已经到期了，我如果不下来了就急一年以后才能下来，得到上帝就说现在剩下这个矮矮小小也很丑的，那个是什么？头发也黑黑的啊！你要不要啊？我这边没办法回答什么，我摇屁股说，算了啊！上帝就看我那个脸很难看了，不高兴嘛，他就安慰我，他说：“哎呀，你不知道啊，女孩子道德重要。”是的，人家才喜欢啊！你不要认为那些漂漂亮亮会有很多人喜欢的啊，那些漂漂亮亮的身材你比较苦。他乱安慰我，我哪里相信他？他卖不出去这个身材，他就乱广告给我拿而已啊。我本来心里很善良啊，看他卖不出去，我就说好了，我大卖了，全部卖了，全部卖下去了。啊，不过他还跟我下架了，50% 了。我说这个连那免费送给我也不要了，哎呀 50%。他说你不知道古代的时候有一个更丑的，哎，人家还喜欢。中午宴呢有没有？你知道不知道这个故事？有个女孩子在中午宴呢，她神通广大，那个武功很高强。啊，不过她很丑。大概比我还要丑了，那有一次一个国王啊，碰到他，然后有什么那个技巧啊，他就强迫国王娶她了，因为他很老了，没人娶嘛。刚好大概救到国王还是什么，那个好像齐王还是什么，
齐国。你们有没有人知道这个故事？钟无艳不知道，很丑的，后来他掉在一个洞里面就变很漂亮了。啊，然后国王一看到漂亮就跟着屁股后面跑，以前都不理他，故意给他掉在在井里面死的。结果他掉到那个洞里面就碰到什么仙人的，啊，给他那个什么美容药啊，大概外科啊，啊，给他开刀，全部脸都放过来啊。然后他就上来就好漂亮，那国王就认不得，不过后来就知道了，就跟着他跑。嗯，你看连国王也爱那个美色啊，啊，比道德重要哈，啊，你看，所以那个上帝他骗我什么骗得了？我故事看太多了。不好，没办法，我时间已经到了，懂不懂？就像你要去看一场戏嘛，哈，然后你太晚到了，啊，那个好的位置都被人家订光了，拿走了，啊，然后剩下一个最后的那个最后面那个，啊，用望远镜也看不到那个，那你怎么办呢？还是要接受啊，是不是？所以我说总比没有好啊，都是怪我那个比较懒惰的，睡觉太晚了。啊，下一次如果下来的话，我早一点出去，我一定会选更好一点身材给你们过目啊，因为看得过瘾一点。因为我看那些模特嘛，那身材高高的，有没有？啊，苗条的哈，啊，穿我那些衣服好漂亮哈，啊，就我穿的时候不怎么样，没办法。不一样，所以你们回去赚不怎么样，也不要怪师傅。听说印心里有大家同一体嘛？啊，愁的话一直愁是吗？没办法，因为我赚了，赚上来以后，我看来看去，哎呀，好懊恼。让我想到你们在家，我就安慰自己一点。我说一定有人比我更糟糕。因为刚才啊，哎呀，你们不会比我小了啦，那个子不会比我小了。不过，也许这边比较粗啊，那边比较小，比较扁啊，哦，不一定啊哈。所以刚才就去问他们说哪一套人家订最多的，他说那一套那个弥勒师傅从国外回来那个哈，好。一年多没回来，那个赚那个是大家都定的。我说奇怪，都是因为我赚过，他们定，别的都不定啊，别的都一样啊。我不是最喜欢那套的了，就刚好那天那回来就赚嘛，每次赚不同嘛，就这样而已啊。啊，刚好我说那为什么这些不定那个不定？他说哎呀，有些人肩膀太粗了，从小就去打石头了。所以两边那个凸出来两块像石头一样，所以他就那种露肩膀不行啊，师傅。然后另外一套，我说那这个没有露肩膀啊，他说不过露前面。他说不是每个人能赚这个，啊，本钱太小了。我不懂他们讲一些什么，我讲是讲前面啊，那身材，他说什么本钱呢？奇怪，他们出家人讲话都迷迷糊糊的，我不懂。我说那这个前面也不露啊，那怎么也那个这个，我说那这个呢？这个也没有很多人买，我说是不是比较贵？他说不是啊。因为那个比较贴身的，那个后面没有。他说有人后面没有，本钱也很小。哦，我那个时候就知道本钱是什么。原来是前面后面没有，就说本钱没有。哎呀，开玩笑。今天是跟你们聊天，给你们高兴而已啦。啊，不讲什么大道的事情啊。大道你们昨天已经找到了，今天不是近几天，听说近几天才要讲道嘛。那今天是双十日嘛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我们就开玩笑而已。
这是额外而已嘛，啊，哎，因为台风嘛，要没事盖啊，你们吃饱了没？还可以吗？可以。来这边煮了吃，还有什么嘛？哈，<笑>是啊，我也不晓得应该贡献什么东西给你们，快乐，那有手那么原来，那么诚心啊，然后就几块面条，然后啊，几碗饭这样子。 啊，很好哈，然后师傅也是下来大概一两个小时而已，因为我如果下来久的话，我也不晓得应该跟你们怎么相处。啊，我一走过去哪里，大家都围起来了，啊，然后就有那对人看到别人都看不到，懂吗？那都不自然的，我没办法跟你们混在一起啊，啊，觉得比较，有时候要跟人家混在一起，不晓得怎么办。 有一次我化妆下来，有没有？嘴巴也盖起来了，眼睛也盖起来了，头也盖起来了，叫那种围兜兜什么，<笑>主办人员那个下来，还是有人认得。然后一个人认得，就好几个人都啊，来来来来来，啊，师傅了，师傅了，师傅，师傅<咳>，好，大家都往那边吵，特别小孩子跟着后面跑，然后就。 啊，秘密破坏了，呵呵，不好玩了。我不晓得下次能撞什么才能下来安全一点。不过那个时候我走很快了，我转转转很快啊，不给你们时间那个什么考虑啊。不过还是有人认得，奇怪，怎么办呢？大概应该先上来拿另外一个身材下去，呵呵，不过现在没有了，目前没有人下凡。 身材不展览<笑> ，OK， 大家都知道怎么做了哈，嗯，几点要回去？四点，四点啊，啊，四点啊，五点啊，大概跟平常一样是不是？哎呀，还是要回去了，我们这边要小弟呀、啊。<笑> 嗯，<咳>好可怜啊，就这样还好吗？好，新的口味哈。我已经说过这边的那个地主啊，不是地主他们有什么问题啊、纠纷啊，然后就惹祸到我们，<笑>然后就去大概举报告什么了，那我们道场都被拆掉了。 不过我昨天已经跟你们讲过了，那么这边有神通嘛，啊，才知道我们这个道场太小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应该感激他们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我们现在道场有更多书，这道场比较凉哈，这道场比较凉，道场哈，道场比较凉啊，有时候我长长短短都混在一起，<笑>而且。 他们破坏一个小的道场而已，啊，现在给我们很伟大的一个道场，全部天空都是我们的屋顶。<笑>现在多少人来都不怕啊？哎，以前大概6000人就，好像不没没没，4000人、5000人就挤不下了，已经很挤很挤的啊。那现在没问题了，嗯，如果更多人的话，我们会开放到上面来。 那竹林啊，然后那些小山民那个都搬走，<笑>给你们上去，嗯、啊，以后了哈，如果多人的就可以这样做，嗯，啊，目前竹林有开放嘛哈，啊，不下雨你们可以上去打坐，事实上我们比较辛苦一点啦，不过还是蛮好玩哈，还好吗？好安慰自己哈，那<笑>、啊、没办法了，不会啊。 下雨大是不行的哈，还好这边风比较小，是不是？我上面住那个地方，哦，每天是台风，<笑>大的小的，嗯，大台风就跟台风一样，小台风的话也是很恐怖啊。以前啊，他们女孩子住那边呢、啊，啊，有时候半夜起来就帐篷不见了，<笑><笑> 就剩下人在那边了，<笑>然后那个后山那边，如果山很高嘛，也是有风嘛，所以有一些男孩子
有时候帐篷也找不到，跑到隔壁那边捡，<笑>啊，追得很远的，嗯，所以这边住也是蛮好玩的，<笑>啊，风风雨雨，不过还不错了哈，在这种地方大概人家不要了哈，啊，没有人要这种地方哈，啊，你们要当然因为师傅在这边你们要，不然叫你们来这边盖房子你们就不盖了。 啊，今天盖，明天不见，<笑>还好了哈、啊。我们圣口业干净就好了，管他住什么地方啊。嗯，你们认为圣口业是隔开的，有吗？事实上，圣口业是一样，就同样的一个原料嘛，就做不同的那种。 形状出来，所以我们想也是像做一样的，啊，所以我们才要检查我们的意念呢、啊，行动啊，和那个语言啊，化缘是不是？嗯，有时候我们认为我们想我们不做没关系，当然比较好了。不过事实上我们已经犯戒了，听懂不懂我意思？因为穷那个想了才做啊。 是不是？哎呀，比方说你有时候你想去买菜，然后你才去买菜啊，是吗？哎，当然那个想去买菜跟买菜那个形象不一样啊，听懂吗？不过还是有作用，嗯，所以我们世界才那么烦呢、啊，因为太多人想坏事，嗯、啊，然后那个气氛不大好。 就我们修行要坦白，对自己坦白啊！不是我们做事情，别人不知道就好了。我们自己知道，我们自己就是全宇宙的连心的一个众生啊！我们就跟万物同一体的，说我们知道的话，万物都知道了，糟糕，是吗？哎，而且不要说什么万物啊，那个就是比较不简单。 证明，如果有一些他们有神通啊，天眼通啊，他心通，他们会知道。他们一看我们，他们就晓得我们都想什么，懂吗？哎，他们有天眼通，有的人看就知道我们爱谁，啊，那两个隔壁在一起，因为中央是空的。不过如果两个挨在一起的话，他们的缘结就歪在一起这样。哎，谁看都很明显，好像在那边那个手他就。 很延长，然后窝在一起这样子，大家都看得出来，嗯，所以我们不能说我们的想法没有关系，懂吗？当然，我们没办法刚修行啊，没办法完全控制我们的身口意，像我们所要的，嗯，不过我们一想到坏的事情，我们马上断掉，还好了，懂不懂？我马上知道这个不对。 然后我们就断掉，我们用别的办法控制它压它，哎，我们念佛啊，或是我们用我们意志力把它赶走，啊，这样也是一种修行，也是一种奋斗的精神。不过并非我们想啊跟做啊不一样的，一样，身口意是同一体的，因为我们认为是身体跟那个意念不一样，通通都是从意念出来的。 因为我们的意念很强烈，才有这个身体啊。如果我们没有意念那么强的话，我们就没身体。所以很多人他修行控制自己的意念以后，他身体可以不见了。他在我们面前，我们也看不到，听懂吗？嗯，啊，我们这个身体有时候不在，并非我们不在的啊。你去问那些比较手脚断掉的哈。 看他感觉到你觉得怎么样？他还感觉他有手的，就是他不能用而已。哎，如果我们有一个不同的眼光，我们看了，我们还看到一个手的形状在那里，懂吗？就好像一个模糊的一种形状在那边，啊，所以不可能说，是所以人家死了以后，他还感觉到好像他身体还在，所以有一些死魂还是魂摇跑来跑去啊。 去找麻烦给人家，懂吗？嗯，就是因为他身体还存在，对他来讲。
还存在，所以一些唯心造而已。我们信念怎么样，就身体或是我们的行动意念会变怎么样。事实上真的没有身体，如果真的有身体，修行的人他不会隐形，听懂吗？他不会把身体消失啊，或是给他看不见的那种情况。你们也知道有一些人他修瑜伽，他可以埋自己在地下，在棺材里面一个月两个月没有问题的啊，他的呼吸变成很稀啊，然后跟没有一样。他身体也气爆啊，那个毛细孔也会呼吸的，所以他都这样子都也活下去。所以事实上啊，我们这个身体也是一种下意识控制出来的，像心脏啊，有时候有人也可以控制他，给他停的，懂吗？他也不死的。我们不要认为我们心脏停我们就死了，所以很多人那个他快死，那他在医院里面有病了，心脏都停了，什么都停了，那医生说他死了，结果几天以后或是几个小时以后他就活起来了，他就讲天堂的故事给我们听了，是吗？有一些人讲地狱的事情，那个比较小人气出来，大概他太怕了，他回去都不敢讲。这些故事也是给你们一种，给我们一种那个安慰了哈，知道真正的我们这个身体不是唯一的方法可以给我们活的啊，没有身体我们也可以继续生活下去。不过我们自己的灵魂要明白啊，还没有死以前要教育好，要知道方向，不然等一下我们失去这个身体以后，我们灵魂也是混淆啊，在那边又跑来跑去，他觉得好像还有身体一样，那个阿修罗的身体还存在。然后我们在那边还想做什么，想种菜的，想去吃饭的，想去找太太啊，然后找不到啊，做不到啊，不满足啊，然后心里很痛苦。所以才有鬼有魔，就这样啊。那我们在世的时候，如果已经很明白了，把那些欲望啊都断根了啊，我们死了就知道了。哎，师父一来都知道了 ，OK， 我们一起走，没有任何的混淆的概念，没有留恋什么，没有怕什么，没有问什么，那个时候什么都明白，因为我们生前的时候已经明白了。所以师父昨天才说修神通没用啊，常常你们还问师父为什么不能修神通，为什么不能救人病人？能啊，能，不过那个不是究竟，懂吗？不是究竟。如果你做那个，你就忘记这个。很多人呢，给人家救病，人家就喜欢那个救病的人，懂不懂？不过那个救病的人不能给他什么，不能给他那个解脱的那种礼物啊。他那跟着跑啊，救一个病人身体好了以后就这样而已啊，了解吗？然后大家都依赖那个人啊，说哎呀我下次有病再找他，什么病都可以这样子，然后自己没有想到，没有在那边有那种没有被考验啊，没有被教训，没有往那边找。有一些人命苦的时候就往那边找，然后就找到上帝。像很多那个死人回来讲故事，有没有？有一些人真的很痛苦才离开那个身体，他离开就上去天堂，就有人帮助他。像是有一个人他死了，就上天堂，那个意思说医生说他已经死了，他就上天堂碰到很多那个，这个我看报纸。很多天使啊，然后有一个大天使送给他一个光圈啊，他现在回来还带着，照相也照得出来，大家也看得到一个光圈这样子，因为他们说他的生活很单纯，很那个完美了，一直没做什么坏事，所以他还又回来，因为还有养他的小孩子，不过他送给他一个光圈回来还带着。还有一个人他被那个打雷啊，
打了一大糊涂啊，从里面笑出去的，从那边啊笑啊，心脏啊肝啊什么都笑，皮肤什么都笑，从里面打雷嘛，你们知道打雷的就很厉害啊，啊，这不是像触电还小一点哈、啊，那个打雷是不晓得奇异娃的，这样子、啊、他还活着呢，本来死了，死了很久，这边昏迷十几天，后来还是回来了，哎，上去天堂，然后。天使啊，是圣人就带他去到处都去看了、啊、因果啊、轮回啊什么，啊道德的方面啊，还有跟他讲，他的生活以前很乱，那个人是流氓，很凶恶就对了，以前很凶恶就对，从小就很凶恶，专门去打架什么的。啊，不过他有一次有救一只羊啊。看那只羊很可怜，被人家打，被人家欺负，他有救他，也许那个才有一点功德。然后他被打雷了以后，他就好了嘛，听懂吗？他打雷了以后，大概业障消除了。哎，对呀、啊，那个雷的会把他消业障了，把业障消掉哈。你找地方坐就不舒服啊，嗯，这边有空的、啊。所以上帝啊，那个天使，那些天使跟他讲，如果他继续啊，活啊，跟以前那种生活一样，很凶恶的，啊，一定很多那个灾难啊，会找到他的身上。如果他改变的话，他替上帝做事的话，他就不会。嗯，然后天使啊，就给他看那个我们世界的以后的灾难等等，多数都已经成真了。已经出现了，所以他后来就专门把他的生下来的生活了照顾别人，照顾快死掉的人啊，照顾比较怕死的人啊，快死那些人啊，